新开的，每天晚上去里边玩过吗？好玩吗？天就在这儿啊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好玩吗？没去过。未成年禁止入内，你应该进不去吧？进不去。我觉得也是，我也进不去。我十七，我才十七岁。头两年。哎呦，喝完凉肚子疼。带着那啥吗？啥？就那个。那个是啥？就是夜用的那个。240。没有啊，太好了。啊？哎呀，你怎么还带着呢？你是不是一定是给你闺蜜带的？一定不是你自己的，我信你。对，一定是给你闺蜜带的。一定是给你闺蜜带的，一定不是。看一下，他那啥呢？这个呢？等会儿吧，待会儿回会所肯定让你看啊。太冷了，刮沙尘暴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还要看？你还想看什么？还想看什么？还想看哪里？看哪里？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鞋个脚当鞋垫，别说话，但是也背着回去了。还有咱妹妹行李箱推过去。那个，我记得那个十三什么的有轮椅。很精彩。我一接一轮椅多好，要回会所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回会所了。有很多酒吧有那种推车，你知道吗？有轮椅啊？不是轮椅，就是那种推车，就是拉货的那种推车。啊，这么好，给你整着去。你是不是轮椅坐不下呀？我从来没有喝成过那样。我那天跟你们在那儿喝酒，都已经喝得特别特别多了。我第二天是不是、啊、我吐到第二天晚上，我都还在吐。多哥，你怎么还走了呀？我喝再多，我都知道回家，放心吧。为啥还回家呀？我为什么不回家？不回家睡大街呀、啊？来来来，那啥。我给你打个车，你现在先回去，要回家。那天他拉我，然后不是走了吗？然后在下车的地方，我都不知道那是永利国际，我都上楼我都不知道那永利、啊。我跟他走的时候，我跟他没走的时候，我一看，这不他妈不是永利国际吗？啊真的假的呀？那时候喝的正晕着呢。哎呀，真早说呀。没事，我是说我去的时候喝多，我都没认出来。问啊，孟阳，你那个晕的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你暗示我一下，不是你那个。告诉我，变傻子啊！变傻子，行，就是行，明白了，兄弟们。不是，待会跟他喝，跟他喝喝差不多，问他一加一是几，他说不上来，是不是？我感觉要下雨了，可心儿。我伞都没带，我伞贼大，我有兜里呢。对，不要问伞的事儿，伞贼大。感谢关注啊，兄弟们。长，你看啊，我1.8米，这是我的平视角，女孩的才低着头，大概你就知道多高了吧，挺高的啊。1.8米，你多高？咱俩差不多，啊，咱俩差不多，我俩2米，我俩2米。这个女的可爱了，我感觉。去干嘛？回会所。可心那个，可心比那个女的还要苗条。可心是，可心瘦。我身材好，不是苗条。她身材一般。多少人现在？400人啊。嘿，这女的走路八字腿，来，我别回去，行吗？大哥这样走道行吗？满意吗？喜欢夹着是吧？死夹子看见。哎，兄弟们，他们说那个千年杀什么意思呀？千年杀你往前走没事，我问问千年杀什么意思呀，兄弟们。不杀你。没事，你不杀你，你走吧。千年杀什么意思呀？你别跟他，大师不敢走我前面了都。没事。现在注点意啊，上楼梯啥的你别走在前面。是吗？可是就是哎，但是还喝吗？喝点吧。再喝难受点多。哪难受啊？哪儿难受？心里没你。心里没我。难受。那怎么能进你心里啊？你使使劲进去呗。啊？不是。这不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使使劲儿，哎呀，
使劲使不好要出事儿啊，对不对？好玩吧，兄弟们！我跟你说，怎么这个影子显得我最远？你再往前走走，你最高。我好像应该比二郎高一点。别闹！肯定比你高一点。别闹！我肩膀都比你高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不要头都朝前，朝前。啊，站着。太高，是吧？我肯定比你高个几厘米。那臭戴帽子，帽子高。衣服呗，来，衣服给我呗，衣服给我，衣服给我，多有普及性，吃手指，那臭开跑车的，是不是？开车的这个，我们那天去接他，我等会儿吧，等红灯啊，兄弟们，吃手指多有普及性，兄弟们，哎，等了他二十分钟，我气死了，今天还让我去接，去。耶、yeah. 我操，我现在看完那个山顶济南那个高车飞山，哎呦你可别提了吧，我不敢闯红灯，是吗？我试一下了啊，我看见那个那个不去，我操，不是人家俩人跟人正走路呢，噌一下就过去了，我靠，哎，好像就是这边，哎，这边这个是吧，我看见好像是，哎，好像是这边这个，不是俩人都在，我知道对面，这不俩人一排吗？不就有一个吗？ 对你俩赶紧走啊，哎，我看的是哪个？520有一台，少那个啥，多点点赞，兄弟们，多点点赞。